安静的角落，避开所有眼光的探索，寂寞是我唯一的结果。看一下我们周围的环境，这里听到什么声音没有？水流的声音。今天出太阳了，天上白云朵朵。这边有一个厕所哈，看一下这里是哪里呢？这里是一个小院，这里有一只汪汪，过来。这里是赵公山核桃园露营地。大家好，我是铁牛，欢迎你来到铁牛旅行记的频道。今天咱们到赵公山来了，是故地重游。之前呢咱们来过一次啊，那么事隔一年之后，我们再来看看赵公山有哪些变化吧。不要下来了，你们就在车上啊，我下去拍拍视频，好吧，不要下来。哎呀，不要下来了 ，no no， 上去。对，不要下来。现在呢16，然后就没有牵牵绳啊，芒果牵着。为什么牵着芒果的原因？因为芒果有时候它叫不回来，它去玩的时候贪玩比较大啊。我们现在啊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周围露营的环境。这里也是有一辆房车，咱们车就停在那个地方。赵公山的话离成都差不多有70公里，这边呢属于农村吧，山村。这边养狗的话是可以随便自然放的，我带狗子来这里玩的目的也是想给狗子一个自由的一个空间啊。所以呢我呢只是拴上芒果，没有拴16，因为16很容易控制，一叫就回。那么芒果的话有点贪玩哦，所以把芒果控制住就可以了。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下去看一看吧。芒果在这里啊，必须要拉着它，室友在这里啊。这个下面就是阿珂他家啊，就是我一个朋友的家，他们家在这上面。今天他去成都办事去了。我们看他家的变化有多大，他们家现在叫望山财院呢，然后之前是没有这个门楼的这个牌坊，现在有了。我们进去看一下啊，这个旁边的话也建了些亭子啊，我们之前都是没有的，这个围墙也做起来很漂亮。这边的话啊是一些煮饭的地方，之前也没有这样的木房子，现在有了。你看啊，这个电热器热水是也是可以用的。他们做的都是柴火饭，你看这里面变化挺大的啊，一年没来了。之前我的这个房车是停在这个地方的，大家还记得吧，就是停在这里啊，现在这里面是空的。这也一个天幕呢，变化还是挺大的啊。那里有一个旺财，你看那个旺财在那里。这里好干净啊，我觉得有点像世外桃源。哇，那里好多啊，那里有个黑的旺财石榴，我去跟他玩去了。他很着急，芒果很着急，很想去玩。你看吗，很着急。从这个角度上看啊，这里是风景如画，这个树叶都黄了。这里变化真的是挺大的啊，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如果说之前没有来过的还没有对比，来过之后前后对比太强烈了啊。现在这里的设施更齐备更齐全啊。走，我们现在去上面看看啊。来，他又看到另外一个狗了，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喜欢跟其他的狗子玩呢，很着急。你看，
试试看他那里一个狗狗。石榴，回来。石榴，看一下那边有一个小溪啊，刚刚放的水都是从那上面下来的，大家可以听到小溪的声音。啊，石榴去了，去下面去了，这个水也是清澈见底。但是很遗憾的是芒果下不去啊。啊，石榴下去了。石榴上来，回来呀，好狗。石榴是一叫就回来，好狗。走了，我们去上面吧，走，我们去上面。走，去上面啊。对，不过这个老房子还在啊，看一下，这都是群木结构做的房子，这是起伏墙，还是有儿时的回忆的感觉啊，这老木房子。石榴上山，芒果，芒果不要下去了，芒果就没那么自由了啊！哎呀，你跳起来那么高，走吧，我们去那边吧。他就不能去玩，他急得要命啊！这个芒果，你看，石榴又在跟着两个狗一起玩，天哪！你看那个小狗。在这里，我们就走吧。嗯，这里原来那个蜗牛在这里卖个咖啡的。这里的话多了一个房子，你们猜猜这里面的房子是什么？在冒烟啊！看一下。这个房子在冒烟，你们肯定想象不到这里面是在做什么。我们现在偷偷的进去看一下，看一下里面在做什么哈。里面在冒烟，看，我们看一下，你看有柴火，哇塞，这里面的肉啊，你看。在熏那个腊肉啊，这是天然的土猪肉，好香啊，这样子都闻的香味啊，火在熏的，赶快关上啊，这个烟子是熏腊肉的。这里好平整啊，那个旺旺在这里好几年了，这是银杏树叶啊，还有几个没黄。那时候蜗牛就在这个地方卖咖啡啊。你看这里有什么变化和以前啊，除了旧一点以外好像都没什么变化一样的。这边啊，那边有民宿可以住店的，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上去，原来是可以从这旁边也可以上去啊，我们可以上去可以看一看。赵高山的话，这里环境非常优雅，也远离市区啊，这里确实是成都市民啊周末出来度假休闲的一个好地方啊。因为这里游客比较多嘛，我就把石榴跟芒果还是关起来了，我带大家去前面看一看哈。这排路原来是没有的，现在都做成这个水泥路了。这旁边全是银杏树叶，我们看看上去。哇，现在多了一些蜂箱，那里。这些蜂箱是都是全部是养蜂子的啊，怪不得那么多蜜蜂。
这边是可以进去的。哎，上面写的什么字？今日接待客量已满，净接收预定客人。好，这边现在有咖啡厅的。看到没有？这边是一间咖啡厅，做的挺大的。我们可以上来看看。看到吗？这边是一家咖啡厅，然后这边可以休闲，往上面走啊。我们从这里上去看看。这里的环境确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哈，看吧，这个车也是可以直接开上来的，可以搞野炊，自己做点吃的。上面也有这个停车场，看吧。如果说要继续登山的话呢，必须沿着这条路哈、啊、往上走就可以了。不过这个山是禁止穿越的啊！我记得去年的时候，就有好几个人在这个山上迷路了。我和这个蜗牛半夜去找人。好了，我们现在下山去看看那条上山路啊，看看那条路是不是和以前一样很漂亮。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。我们看前方那条路啊，前方那条路。记得以前真的是特别漂亮，整个树叶子都黄了，但是这次来发现这个还差那么一点点意思啊。不过没有关系，咱们也过去看一看吧。这条路确实弯道很大呀，很多，我的车呢也是从那个地方下来的。不过这次从那里下来的话，我觉得还是非常轻松，虽然弯道很多啊。我们可以走这里可以看得到，如果说在这里拍照的话仍然还是很漂亮。今年呢这个树叶呢掉的比较早啊，所以说基本上看不到什么黄的了，以前的话就会看得很明显啊。不过这边的小溪的水和以前不一样，今年的水比较多，可能是山上下雪的原因啊。看看这下面的水清澈见底，